好像一只老鹰哎，这是算是小型的老鹰哦，好，把它放大，这是小型的老鹰，哦，真的是老鹰哎，它就站在我大概3公尺的地方而已，你不要来咬我呢。你不要来用嘴巴来啄我，我是比你大的。这里是台南的，这是橄榄球场，台南的橄榄球场。把它缩小，台南的橄榄球场。放大，我好像很少看到这种老鹰啊，它可能都在那个山上才看得到，跑到平地来。很少看到，哦，战斗机过来了，战斗机，战斗机，战斗机过来了，缩小，还站着不动。再把它放大，它站着不动，在我的头上还有不晓什么鸟在叫，哦，树叶掉下来。哦，呵呵，他跑过飞到那边去了，吓我一跳。他飞到那边去了，飞过去了。OK， 到这里。